意思什么？这个肌肤印章啊，我没忍住买了，没事，110多块钱，我能接受。 体贴纸电池盖，我就不贴了，浪费。这里这个拿出这个主体特别宏伟，因为它特别大一个。这边按理来说这边是背面，就有一个电池仓，3.6扣电池，打掉9元条，没有任何效果。这个电池盖还是有点透明的，然后我们直接安上去。整体呢联动的东西就两个，盖章还有这里有个按钮，你不看说明书可能真看不出来这有个按钮。这个大塑料应该就是黑色成型色，涂装时下面这个银色的肌肤的图案倒过来是50蓝。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除了这个尖尖原本怕它会折断，没想到是个软胶，全身多处都做了这种螺丝孔的那个隐藏，填了很多。打败在这里，然后呢有一个复原扣，就是你如果玩具卡了，戳一下这里它就会复原了。盖章。 我已经死了。顺带一提，这个 Levi's 的来板它是盖不了章的，因为它大了一圈，盖不下去的。对比一下别的印章啊，它的体积还是很宏伟的。比如说这个小印章在这，它像个爸爸，这像个儿子，和这个滚轮拳套其实也差不多，它这个体积更大一点。不得不说，当初刚看 Levi's 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后期会用上这个东西来一波。 克命变身，就比如说，因为它这个把手是这样的，可以这样插进去扭，像个把手一样。结果这东西就是个摆设，除了把人盖死，没有任何作用。长按这个按钮是换角色，我们换到 奥尔特加。私はオルテカ。以後お見知りおきよ。世界は俺のもの。愚民ども、とくと見るがいい。さあ、始めましょうか。 この世界は俺のもの、変身。約束は破るためにあるのです。ギフス様と一つになるのはこの私だ。そして私は。 様すらも超えるのだ。所詮人間はそんなものは、お前らは退化し、俺だけが新たな進化を遂げるのだ。お困りの時は、いつでもお手伝いしますよ。皆さん、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世界は俺のもの。 这个后期录音和之前的那个十佳的那个一样很神草，特别是他笑的那个东西，此时。他这个应该台词会多一点，然后呢还有我最喜欢的风铃火山。さあ語ろうではないか。ギフ様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人間万事塞翁が馬。補欠にいらずんば故事を得す。 早きこと風のごとく、静かなること林のごとく、侵略すること火のごとく、動かざること山のごとし、風林火山。人間、若さや勢いだけで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逆だね。<笑>私にしか決める権利はない。 一生こうなりて万骨狩る。一寸先は阿鼻叫喚。早きこと風のごとく、侵略することは火のごとく、散り難きこと影のごとく、動くこと雷帝のごとし。私には大地君さえいればいい。人類は調子に乗りすぎた。
よ。漏了一句，抱歉。聖なる男よ。また。会おう。圣子，再见。さあ語ろうではないか。ギフ様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。唉，这个东西的玩法也介绍完了。作为一个台词机，它是很不合格的。因为就两个变声音效几十句台词，太敷衍了吧。虽然说 Levi's 的台词不要也罢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吧，甚至不如我的疯魔。好了，这个东西就这样吧。100块钱，它要是跌到90多肯定很值得，但是它现在130左右的价格不太行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